航班有延误，然后我现在在机场，打算写一下明天要发的视频的公众号。我这一次出来选择的时间就正好卡在双十一以及我们一节专业课的一节课之前，所以我现在出来特别的抱这个等。还麻烦喂。终于到了，现在已经3点多了，太晚了，现在已经快4点多了，然后洗漱一下，准备睡了，明天再见吧。I've been thinking about forever, and I swear it's just you and me. 化好妆了，然后我们要出门了。深圳这边还挺热的，本来在南京就是冻成块的，折起来在这里，整个出油了都。那我们就一会儿到外面再见吧。Do it all, yeah, we can be alone together. How long have we known each other? 7, 8 years. Yeah. Uh-huh. Long time.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Like what you would ask me, how long? 我终于吃上今天的第一顿饭，现在已经快1点了，可是我还在，就是那个通关的口岸。如果你们来香港的话，记得提前换好港币，或者在手机银行上面先兑好，因为这边的银行就是换港币都要等非常非常久，我们大概在这边待了快1个小时。我终于到了，然后把东西放完了，现在打算去楼下逛一逛，现在已经4点半，快5点了。这个猪扒包好像也很多人说好吃，看一下里面，它里面就是有个猪扒，然后有一个火腿啥的。你怎么能切得这么丑啊？因为它是。吃完出来了，感觉他那一边的服务体验非常一般，但是吃的东西就还好。我点的是猪扒跟西多士，哎，就这里。那个西多士吃多了有点腻，猪扒包就是猪扒肉也挺老的，可能是因为人挺多的，所以就东西都是那种比较素食的感觉。如果你们到香港，就是
不知道吃什么，然后有看到这个店的话也可以过来吃一下。我现在在海港城漫无目的的逛，因为来之前没有做太多攻略，到我这边真的不知道逛什么了。一晚上基本上都在逛来逛去，然后就完全忘记录 vlog 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现在打算去维多利亚港那一边坐一下，看一下夜景什么之类的，听说那边夜景还蛮不错的。到酒店了，我们大概在这个酒店附近绕了可能有三四圈吧才找到这里。我今天出去我觉得应该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用来找路，然后我现在打算写一下公众号，洗个澡，然后我就睡觉了。现在是早上的6点多，由于我的车请看这颗豆，我就是在失眠的这一个晚上眼睁睁的看着它一点一点的冒了出来。 There's something there. 聊了一下这边附近有一家叫翠华的餐厅，好像很多人都说是评价有好吃，所以打算去试一下。Trolling the pachinko, your new model parlor in the nefarious zone. Hanging out with insects, underducting. The CIA was on the phone. 是鸳鸯奶茶，然后这个是攻略上挺多人推荐的一个咖喱牛腩，然后本来想点一个。这里好像挺出名的一个菠萝包，但是它这一家居然不卖。然后这一个是云吞面，好像也是这里比较流行特色的一种菜。现在要去这里买一点化妆品，来这里买东西的人都是拎着行李箱的代购，居然还要排队的。刚从那个龙城大药房出来，那里面的人流简直了，全部都是人挤人，就是你进去之后你就根本就没有办法站立。香港的女孩手臂一定不是这样，没有，因为你没有买衣服。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西环码头那里，就是有一些海啊什么的可以拍拍照什么的。
现在到香港大学里面，我觉得这里面的建筑都非常好看，就是很有那种英式建筑的感觉。这里街道的风格跟他码头的那种感觉都有一点点像日本的那种。喜欢吃的黑松露炒蛋多士，好像是叫这个名字。那又是猪扒包，因为我们点的牛肉包还有菠萝油全部都买光了。则是滑蛋牛奶，就是里面有一颗生蛋。我觉得这个炒蛋其实多士还挺好吃的，但是我觉得黑松露的味道基本上没有什么味道，就是一堆滑蛋，然后放在吐司上面，看起来很好吃。它的这个皮比南方人的那一种会再脆一点，但是我觉得里面的猪扒有点硬。正好七天喝完了，然后就试了一下，拿了一个这个。我现在打算去逛一下这个，应该是香港最大的 HM 的彩妆区。之前就听说的时候就很想来逛，现在终于看到了，东西还挺多的。现在真的感觉我的腿已经在瘸的边缘了，现在只想立刻找一个地方躺下，原地蹲下了。我真是太累了，来香港，今天是第二天吧，基本上每天都是暴走、暴走、暴走，因为基本上每天都在迷路、迷路、迷路。我现在累得说不出话来了。然后我现在就蹲在这边等我朋友逛完吧，我真的不行了。上午好，今天是我们在香港的第三天，然后我们现在打算去吃。绕了一圈路之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他这里进来之后，就可以选择
择，就是那种普通的餐呢，还是像我们现在就是这种隔间的？然后我们觉得这种隔间的比较有风味，所以就选了这种隔间的。すみません、お待たせいたしました。Thank you。失礼いたします。对，第一口吃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就是这个面本身就是有那种味道的，很香浓。尝一下叉烧，这个蛋也很好吃，它就是恰到好处。它虽然是流心的，但是它并不会流出来，就是口感很特别。我们现在在一家中古店里面，这家店还蛮好逛的，而且像这些衣服好像都还，我觉得还挺好看的。拿了几件衣服，打算试一下，这样子的，然后。就是几件这种格纹的，还有一件这样子的，就是它的面料身上面有这种小格纹的灯芯绒，试了一件这个，觉得还挺好看的。我买的，我的，谢谢。刚刚买了一个这个，这个味道还不错，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能吃芥末的人，一定不要放芥末。我现在整个被呛的。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感觉。回来放了一下东西，然后我现在换上了刚刚买的衣服，现在打算去中环逛一下那边的中古店，因为刚才逛了间中古店，里面的东西都，还不错。很多明星墙上贴的全部都是他们来这里吃的照片。我觉得这一家店比起之前吃的那几家算是还不错的店，分量挺足的，而且价格也很划算，如果你们来的话可以来尝一下。那个芝士丸我觉得是最好吃的，就是咬下去里面全部都是满满的芝士，而且这里的环境就是那种很港式的那一种。
们到了，看一下，它这里的建筑都很日系的感觉。然后现在打算先在这里逛一下这一些街道什么的。现在在去海边的路上，这里太阳太大了，我简直睁不开眼了。我觉得这里是我这次来香港，我觉得这里是我这次来香港算是景色最好的一个地方。也是我这一次来这里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海边了，我现在的生活就是海了。去海边看一下。现在就洗脸卸妆，然后明天要早赶一个早班机回去，所以这一次的 vlog 就录到这边了。那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